如果洪副院长的燕子理论啊，我们非常同意。那燕子这个领航的那个燕子，如果他累了或者比较辛苦的时候，也许有做一个调整，那他还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啊。那同样的，洪副院长的支持者，基本上都是我们国民党的最忠贞的支持者，啊，很多的后援会本来也就是最挺国民党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，当然大家心中还有一些不满怨气，那我们会，很诚挚的跟他们沟通。那团队上面当然都会邀请很多这些洪副院长的这些幕僚啊，这些团队来跟我们一起努力嘛。这本来就是一个延续性，大家都是党的一份子啊。洪副院长的政策，你看就是我们智库的这些人，这个都是我们一起努力。我想这两天我有机会的话，再当面跟他这个请教嘛。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扮演对于你看我们不管是立委也好，总统大选的重要的候选角色。